百拜时，伫树林顶头教会有一个周四的这个读书会、读册会。这读册会的起源吼，起源是伫2009年的3月初九，迄当时啊，咱咧志工朋友啊，私底下有滴讲，那是协会运作，会当有一个读册会，可能会搁较凝聚吼，大家一个心，啊，而且来用这个读册的这个活动来增加啊，大家迄个知识，啊是加一寡专业。啊，总是迄阵啊，是借着台北市的迄个二修西路遐个建成图书馆，啊来伊遐去搞。哦，啊经过2个月运作了后，咱就倒转来伫迄个2009年9月，就倒转来伫即个，哦，经过半年的时间了后，就伫九月时来到。即个树林长老教会，啊，就是树林的中正门的所在，来继续来做这个事业。相信若有在座嘛有参加这些读书会的朋友，啊，应该嘛知影，这读书会每一礼拜的拜时，将来无中断，无中断的一个原因。啊，一个动力，也是咱理事长一向的坚持，卖予这个读册会形成一个形象，啊，乃是为着要造成一个凝聚力，搁一个行动力，这是足要紧。所以讲，咱这中间嘛有针对着咱协会的一个 logo， 就是要恢复在地的历史文化心态。做这个宗旨来，正做咱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的这个欺骗，啊来去努力。这中间，咱到底地方的文书的工作者，也佫有各行各业的专家，也佫有教授学者，甚至牧师很多，也佫有当然。无离开咱的这四间好朋友，我相信啊，在座也有几位啊，能够咱来个联系的。亲像地方的文书工工作者，中间嘛有一个罗刚先生，南京的，这个先生，啊，伊在这个台北的经营吼，差不多每一季拢有一摆台六港先的台港是个过程，还有咱在座老几位的几位吼，那个苏老师、苏正荣老师、陈仲义老师，哦，啊，伊嘛是真热心，伫这个中间，这个各行各业的专家。伊透过伊个栽培，伊个理想，啊，伊只甲咱分享哦，伊个啊专家个理想。不过咱也是有缘啊，重视着咱只啊志工，甚至是讲啊咱只朋友个身体个健康，哦，包括有啊目前嘛在座个谢介芳啊老师哦，伊有。今嘛，每一礼拜拜五，拢伫树林的这个姊妹会啊，有咧教咱朋友吼，啊，这个太平吼，啊，这种是免费的，你无得谢呀，吼，无得谢。啊，咱都有讲，就这个当然历史的方面，咱也有对日本时代、荷兰时代，一直到。这个明白台北的这个变迁的这个进步的历史的这个介绍，伊文化顶面搁较重视着咱的组织，哦，咱的民俗的这个
活动，还佫有迄个生态方面，包括植物、吼、鸟啊、昆虫、地质、吼等等，也是有介绍的。啊，即、這个咱伫即个中间，通过即种的分享，一直互咱的眼界啊开阔。伫咱2010年，到个来到树林进入教会了后，咱迄年的十月初七，有举办头一场的这文化工作，在座林玛丽老医生啊教授，有发表这个用伊的这个心切，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来跟咱做头一场的文化工作。一条空前的这个记录，都是顶到教会内底，也是会使讲破纪录的。你礼拜在伊这中间有出席的人数是超过360人，这也是和这个礼拜堂直接连这个走道嘛是办啦。这场的文化工作为什么遐重要？因为是头一场。拄仔我讲着一加一，这个一吼足重要。就是安尼，咱予了这个2010年的这个文化工作了后，咱就开始计划每一年拢有一摆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文化工作。第二年就是2011年，咱拄着咱的。李市长也发表于做一个中央的台湾人这本新书新册来发表，当时咱今仔邀请张林县来主持这个多面向观察台湾。多面向观察台湾，就是对每一个角度、多方面的角度，包括林玛丽老师、林俊毅教授啊、林文川社长啊、伊也在场，郭先生。啊，郑宏苗，因这几位啊，先生拢有来去参加。啊，国际这边的2010年，U1 张明县啊，主持这个Define Taiwan in Shanghai。一场的演讲，咱邀请到李彪、陈玉峰、曾满雄这三位学校的学者啊，来去做分享。啊，相信大家也知影，李彪先生，伊是一个小说家，长久以来，伊就差不多红遍啊，对伊，啊，总是伊为了咱这个原貌文化协会，伊嘛不远千里而来，对啊，两边去啊，啊，但个王老师更加对伊来讲，行起来，所以讲，因真认同咱。协会所伫推动的即个台湾文化的啊，即个定根。咱今年在10月17日，啊，由李立勇先生来主持台湾文化的日，啊，还邀请到林文杰、郭庆阳、廖文全三位啊老师来参加。这中间嘛有将近120个人，哦。即差不多是拢每一场的即个文化工作拢真精彩，啊，放心，大家对台湾文化的即、这个啊重视，我相信，即款的文化活动，在即个社会内底，我相信啊是真有成，是艺术的吼。咱就是安尼到底每一个。机会拢会当来用，哦，从咱的这个宗旨，恢复本地啊历史文化生态，这款的 logo 哦，这个精神，啊来推推上，哦，以上这是我的报告。